现在变成两颗按钮了。嗯，比如说我们要跟外国人交谈，我就先讲中文。你好，我会讲中文哦。Hello, I speak Chinese. 然后外国人看到你，他讲英文。Hello, my name is John. How are you? 你好，我的名字是约翰，你好吗？赞。